比如说我们听到某些就是是非，我不想听的，但是这个是非人家的事情就刺入了我的心里，我用什么经把它去掉丢了，不想。你听进去了之后，你就应该把它去除才对，你就不要去想它，不要去想它，那么念心经它就不想它了。啊，好的，好吗？我就用心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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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台。